我了。老师肯定是因为眼镜坏了才生气的，我给老师换眼镜。我才不要眼镜呢，真是太生气了。我知道了，我换个100分。终于有100分试卷了，我太开心了。小雪，谢谢你，老师奖励你一周不用写作业。哇，谢谢老师。什么？画对了还有奖励？下一轮我也画对。有老鼠，我好害怕啊。我也害怕老鼠，画个盒子盖起来算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盒子挡不住老鼠。那我应该画什么？我知道了，老鼠最怕猫咪了，我画一只猫咪。太好了，老鼠吓跑了。小贝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妈妈要奖励你一件新的公主裙。耶，我也有奖励了，不知道下一个人会给我们什么奖励呢？黑暗魔王睡觉连被子都不盖，被冻得都发抖了，肯定是缺少被子。被子我换。我不要被子，拿走拿走。让我好好观察一下，黑暗魔王的身体在发抖，如果不是冷的发抖，那是害怕吗？我给黑暗魔王的梦里面画美食。美食我吃我吃。哇塞，是礼物盒，让我打开看看是什么。居然是巧克力蛋糕，我也好想吃啊。给你小贝，好朋友就是要一起分享。哇，谢谢你小雪，如果下一局我赢了，我也跟你分享。好热呀，好热，谁来帮帮我。我给大宝画一杯冰镇可乐，喝了之后就可以变凉快。不行不行，我还是好热。肯定是因为太阳太大了，大宝才热的。我画个云朵把太阳遮住。不行不行，云朵遮不住太阳。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那我们应该画什么？我也想不到画什么了。聪明的小伙伴们，快动动你们的小脑袋，想想还能给大宝画一个什么吧，拜托了。